淮安，世界美食之都，淮扬菜厨艺高地。45岁的方俊，17岁开始从事淮扬菜的烹制。古城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，是他取之不竭的富矿。翠禾嘉华酒店每月一次厨艺大比武如期开展，这是酒店菜单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大厨们丝毫不敢懈怠，不分长幼同台竞技，这是翠禾餐饮培养厨艺人才、打磨匠心团队的法宝之一。行政总厨方俊将用他精湛的厨艺来烹饪一道经典名菜——松鼠桂鱼。桂鱼胸鳍处斩下鱼头，片开两侧鱼肉，剔除鱼骨和胸刺，在鱼肉上击成十字花刀，深至极皮。鱼肉、鱼头、薄盐、浅渍、葱、姜、料酒去腥，鸡蛋液包裹后挂满淀粉，轻轻一抖，鱼肉状若麦穗，顷刻呈现。清油烧至50%热，鱼肉与热油热情相拥，油花渐跳间，鱼肉金黄油亮，瞬间定型，酥香升腾弥漫。番茄酱炒香，盐、白醋、白糖、玉米粒、青豆异彩斑斓，增香添色，热气腾腾的卤汁浇淋浸润，激发汁汁声响，最后松鼠最爱的松仁再送一份幽香，外酥里嫩，酸甜醇厚，回味悠长。这道色香味形声融为一体的松鼠桂鱼灿然呈现，呼之欲出。几道菜做的最好的属松鼠桂鱼最好。我们做这个标准化菜单，用这种标准、这种模式、这种方式固定下来，形成这种流程，不管是谁做，都保证淮扬菜的原汁原味的特点。今天我们三位同志获得了江苏省烹饪大师、服务大师，这是我们企业的荣耀。今天晚上为他们祝贺，好不好？好。用心做好每一道菜品，用客户的口碑来赢得市场，这是翠禾餐饮传承淮扬精髓、锤炼匠心人才、打磨优质产品、铸造百年餐企的经营之道。好，今天你们的作品贴上墙吧。今天烹饪精神体现在是一种态度，是对技艺的传承，是对餐饮事业的敬畏，是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。精进厨艺，一辈子干好一件事，这是行政总厨方俊的坚守。而对从事餐饮47年的张立青而言，坚持以和文化助力淮扬美食发扬光大，既是他的本分，更是一份责任。来，祝贺啊！祝你们创造更好的辉煌。好，干杯！和谐发展，和睦相处，和衷共济，汇丰合唱。淮扬菜的发扬光大，不仅在烟火升腾中，更在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。美味回旋在口舌，幸福回味在心间。